这是史上第一位女演员入围金钟奖最佳戏剧男主角奖，并得奖获此殊荣。那采访的内容呢，大部分都是说我对歌仔戏的执着跟坚持，但是斗大的标题都说我卖了三栋房子拍这部戏，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愿意为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原生剧种全力奉献。台湾人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共同创造台湾奇迹。得奖的是陈雅兰，大聘歌入台湾，恭喜。本剧结合电视动画的视觉，并未割裂传统歌仔戏的精神。陈雅兰的唱腔与身段是观赏的重心，平笑嗔怒都是戏，造就了歌仔戏的成功转型。太强了，雅兰姐！这真是金钟奖太疯狂的历史的记录了。谢谢，好感动哦。但是人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嫁给我好，我娶你。不好意思，因为真的太激动了。感谢文化部，感谢今年的评审，愿意肯定一位戏曲演员这么努力的走过这一段路。这是史上第一位女演员入围金钟奖最佳戏剧男主角奖，并得奖获此殊荣。我曾经一天接受过七个采访，我来者不拒，因为我希望透过各个管道让大家看到歌仔戏这三个字。那采访的内容呢，大部分都是说我对歌仔戏的执着跟坚持，但是斗大的标题都说我卖了三栋房子拍这部戏。真的，这三栋房子是我这三十几年来努力工作省吃俭用赚来的，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愿意为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原生剧种全力奉献。这也是我的恩师杨丽花她的毕生的心愿。她说我们要珍惜台湾这块土地的文化，她至今都还致力于发扬与传承。她是我一辈子的贵人，她教我做人，她教我演戏，她教我如何诠释男性角色，所以今天这个奖应该是她得的。但是杨丽花这三个字永远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最佳男主角，对不对？感谢我这出戏的共同制作人陈秀清，还有我们的鬼才编剧张英俊，以及我们的行销宣传周品璇，还有我目前幕后所有的工作团队，没有你们的专业我不会站在这里。这是还有我常说的一句话，纽约有百老汇，日本有能剧，意大利有歌剧，印度有宝莱坞，我们台湾呢，我很多从事歌仔戏的演员们愿意抛头颅洒热血，我希望你们大家共襄盛举，一起来支持，让我们歌仔戏代代相传，好不好？我还要谢谢我在我天上的爸爸，还有我的哥哥跟嫂嫂替我尽孝道，照顾我的母亲，让我无后顾之忧，
可以继续传承。我们歌戏最漂亮的就是台语，而且要说四句还要押韵。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段，我们做人需要心存忠孝节义，人若有孝天理，天才会孝家己。时机若无好，咱爱搁较有勇气。台湾人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共同创造台湾奇迹。